各位观众，今天化的这个妆到底是什么目的呢？有什么样的主题呢？哎，我在录音呐、啊！啊，快啊！好啦，就是呢，我们模特呢身材很好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像话吗？我不厉害一点行吗？所以只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啊，了解不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啦。